我着火了。狼考不考虑学熊王列张对线表？抓狼人多兰盾多兰剑就取决于对方带没带点燃，以及你的屏障，你是带的屏障还是点燃，以及你这个打对面，你对面打野你有没有信心一打二这种。狼人真不好列，兄弟。真是老了呀，这屏障开的，就是他这个攻击间隔到了，我就直接把屏障给开了，有点搞笑。嗯，我不知道他一骑兵好，哎呦，我这个真不细节，我这个又没有百度别人的英雄冷却，这个打的一点都不认真。坏了呀，生命节奏下版本更削，感觉都不用怎么考虑了。不考虑还不行，妈下个版本他60攻速前期还是强，我带不灭之后还是打不过致命节奏武器，我还是得带，我带了我也更弱了，我都还，哎，真的，设计师每次改动狼人都会吃亏。下个版本致命节奏削弱对狼人居然还是坏事，因为削的太少，你们知道吗？这点真的恶心。他多削一点，对，60%攻速还是不好打。你们是不是看我带电刑带多了，有这种情况都能咬我，可这把带的不灭出的肉啊。我们两天把峡谷先锋打出来了。狼人的大势削了吧，这个大招削了吧，这能空的吗？我感觉我都跟维克多合体了，为什么呀？没有，就是瞄歪了，我看了一眼回放就瞄歪了。单带到底，你又喜欢打人绝了。这个狼人单带速度很慢，因为我 Q 没法 Q 防御塔， W 也没有法对防御塔加攻速，而且最重要是中期的时候我秒不了人，我的威慑力不够，就别人浪我一套他可以随便可以走，就比方说瑞文啊，他面对一个这个中期的时候，他在武器面前他肯定不敢说，哎，他 EW 上来 A 我一下然后再 Q 跑，因为他这样打的话武器就会 Q 到脸，追着他敲，知道吧？但瑞文就可以这样骚狼人一跑，你单带打不出来威慑力，
他也不敢烧青钢影炮当他猎手，因为青钢影就可以一个翼追着他踢，但他就可以烧狼人，因为我能怎么办？我能直接一个 R 过去吗？我杀不掉的呀。他必能拖到下一套装下一套技能的，然后他下一套技能就跑了。我是不单带兄弟，不是出肉就是混子，不是单敢于单带就是勇士，不是敢出输出装就是国服第一 C 兄弟。求求你们把这个观念扭转过来，你得看清楚。把这个观念扭转过来，好不好？我家进啥时候死我都不知道，我一直在那想出装，在那好好的品味这套出装到底怎么样，这时候就先专心打游戏。我就有这毛病，我他妈老惦记出装的事，我觉得我现在真让出装这事整活着。我的评价是真的是设计师，英雄联盟设计师。我为什么开他妈非智能施法还能这么空的呀，我操，我开非智能施法都不瞄的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怎么又不瞄啊，不比我慌吗？我急啥呀？这赢得好神奇啊，操的哥，我们是这么赢的，
东南老鼠是真是卵用没有啊。中南老鼠真的是卵。